咱个这边当心来祈祷，坚固好歹是主所定，上帝在照顾你。我的一生，无论官，无论低，主你拢在掌管。今仔日，阮受阮的正经子，搁一边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主，你照着你的话语，照着你的诗歌，啊，照着你圣神来对阮讲话。我安尼祈祷感恩，奉主耶稣名来求，阿门。阿弥陀佛，祝大家平安。咱为今年开始来讲到大鼻王的故事。大鼻王的故事，今仔日进入一个真特别，也是值得咱大家真大一个思考的所在。今仔日我相信你看到这张图的时，你也是从细汉伫教会大汉，你一看就知影。这就是大鼻王的故事，的一个高峰。这个大鼻王甲扫罗王华夫讲，我说冤家路窄啊，拄着啊！这个King of David 说这边啊，卡里加，这卡里加，这个这幅图，我去第一圣经找了，我感觉这幅图今仔日我讲到规个今仔日信息的中心，这个圣经在记载的，这个撒母尼记上第二十二章、二十三章、二十四章，就请大家回去慢慢啊看这内容。我今日敢来当讲上要紧的中心，甲我这边对圣经所领受。首先，咱来讲大卫，咱前两礼拜讲到大卫已经进入伊的人生上，这个安怎讲上低谷的时阵，那咱台湾讲上惨啦，人生上惨就是这阵。像咱讲上惨，伊在十八章的时，因为扫罗王。万多伊，所以要甲台死两遍。伊当开始走路，伊失去了伊的太太，伊失去了伊温暖的家庭，伊失去了伊的犹太支派，伊失去了伊的身份甲伊的地位。伊本来是一个将军，第一战将伊失去了甲撒母尼的关系，失去了甲大祭司信仰的依靠。佫失去了伊个故乡，佫失去了伊个国家。我相信人的一生上惨就是即阵啊，无人比佫较艰苦。伊失去了太侪咧。我若顶摆我咧读历史，我咧读莎士比亚内面，敢若出一个哈姆雷特，佮伊另外有成。本来是一个王子，结果拢总无去。He lost everything。伊是伫个一生中间上低层的时阵。兄弟姊妹，你伫一生中间上低层的时阵，你伫做甚物代志？伫圣经内底，伫一生中失去了像伊即款的有几耐的？伫古约内面上出名的是雅各，大家还记袂？大家一离开因为因的哥哥要甲杀死，一离开伊的家庭，敢若出现一个伫半路怎去迷茫？伊当在迄个迷茫的所在，对上帝祈祷，约瑟。一个人和因的兄弟卖去这个埃及，本来也好好，结果各人欺负，所以落去加噶，那是一个人。摩西伊无做甚物歹的代志，毋过因为台西人伊就离开，离开伊的家庭，离开伊的故乡，离开伊的地位，因拢是伫一生中间上。家长上艰苦的时阵，我顶礼拜有讲到，代表差不多同我起笑我相信一般的人会同我起笑啊，不是自杀就是起笑。不过咱今仔日要对伫圣经来学习什么咧？第四篇三十一篇，规篇就是咧讲代表伊安怎艰苦，伊安怎怨叹，伊安怎忧愁。时间的关系，我无可能读咱等去会当阁并一下，看你第一你。人生上痛苦、上逼迫，你感觉你 alone 的时，你是用什么款的祈祷？我刚才用一句话来底第四篇三十一章第二十二节，伊讲：我予世间人拢袂记，我哪亲像一个死人，我哪亲像一个破碎的人。你咱等去看这个四篇三十一篇你有时间等去看。伊感觉伊几个人拢碎去，几个人拢扬去，is nothing， 敢若一只虫，非常的可怜。
可怜啊，非常的悲哀。我唔知啊，咱人生干嘛这惨？我拍摄叫你牙臭啦吼啊！因为那是有这惨的人，伊这篇就是特别对你讲的哈，特别对你讲的。虽讲在二十一章里面上凄惨，不过为二十二章开始有一个变化。伊在上惨的时，咱顶礼拜有讲到一个 act， 你唔知影会记未？啊！伊对主来恳求，伊对主来哀哭，伊阁站起来，伊怎离开迄个所在，怎走对一个所在？大彼得就离开迄个所在，吼，就是迄个外邦王的所在，走甲一个叫做亚多兰东，伊个兄弟甲伊老爸全家听起以后，就对遐落来，到伊遐受困着的、欠债的。心中苦恼的人，拢聚集伫遐。大彼得就做因的头，军队伊个有400人。我讲哇 ，something happened。伊离开以后，第一个吼，走到一个真旷野的所在。第一个伊个兄弟，咱袂记，唔通袂记伊个兄弟本来嘛伫部队哦。啊，因都已经无法度啊。因我想因兄哥他们部队也无法度大啦，啊，就走来找伊。啊，伊老爸咧。所罗王是一个真斩心的王，所以既然因囝都走去啊，听伊讲有走回来，因老爸就紧对去。唔然呢，顶摆伊的一个部下，心内忧愁痛苦的人，拢来到大彼得遐，大彼得就做因的头。啊，我下落祈祷的时候讲，咱的主耶稣就是扮演这款的角色。既然劳苦担的人来到我家，我要让你得到安息。大彼得家己经过遐这款的痛苦。伊完全了解痛苦的人心内在想啥。圣经底下一个真奇妙，讲大彼得就做因的头，这些人拢啊 volunteer， 拢家己来的，伊无招啦吼，唔知安那去探听，反正伊就拢家叫来，有400人。吼啊，二十二章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无可能读。不过用几个地点，我第一遍、第二遍的时候发一张图，转去恁咱看一下。这个该比亚就是所罗。王宫的所在，伊一日啊，就走去倒位，走去吼喇嘛，喇嘛就是撒母尼住的所在。伊甲撒母尼住一段时间以后，部队对个遐，怎搞走对一个拿伯，就是倒位，就是大祭司住的所在。到尾拿伯的祭司拢从台死85个，吼，连红的啊，连狗啊、驴啊，拢从台死，屠城吼。啊了，伊走倒去，走去加特，加特就是咱两礼拜前讲的，这是一个外邦。对山顶一直走到海边去啊，吼，走去海边去啊。啊，过来咧，为今仔日开始，伊就走去这个，咱下落圣经所读的，就是亚多兰东，就是搁走登去山顶。啊，第22章，伊搁讲一个所在，到尾发生伫一个基伊拉，就是腓力斯人的所在，有发生一个战争，吼，恁登去家己读啊啦，吼，恁去读。啊，走到遐，结果所罗王吼，一路加足。对拉嘛，拿伯、加特、亚多兰东、约加、吉伊拉，啊，佮约加这个亚多兰东，吼，但话讲，互伊约加走无路啊。为今仔日开始，伊到尾怎走去一个所在，叫做温基地，吼，温基地，温基地是伫今仔日的西海边啊，吼，啊，迄个所在我捌去过，完全是旷野，啊，因为遐是拢迄个岩礁的所在，所以有真侪崩坑啊。那个所在有真侪崩坑，还有真侪羊。啊，我去的是真爱要羊，迄种野生的吼。所以迄是一个真特别普通人未去的所在。所以今仔日规个故事就是发生伫个这个温基地，就是伫个死海边啊。吼，啊，咱知影死海是世界上低的海吼，上低的湖吼，遐非常的热吼，根本一般的人拢无法度住。啊，伊想哪要走到遐去？因为已经无路通走啊。全以色列是。Most wanted 哈，头号枪击要犯，所罗王一定要给他抓就对了。到尾怎啊听讲，伊走去温基地，今仔日的故事就是为这个温基地开始来读。我来读一下，所罗王对赶腓力斯人转来，有人甲伊讲，大彼得伫温基地的旷野。所罗王对以色列中精选3000的兵，带因对羊的搬走去，找大彼得甲军队伊的人。到了路边羊条，伫遐有一个洞，所罗入去大便，
台北甲军队伊个人拄啊伫个洞个深伫个洞个内底，军队人对台北讲：亚华伯因为你讲，我要将你个对敌交伫你个手中，你通照你个意思来对待伊。当时间已经到，台北就起来，慢慢啊挂扫罗外袍外衫个衣。三下，不过台北心中自责，因为伊挂扫罗的三下。军队伊个人讲，伊对军队伊个人讲，我的主是耶和华用油膏抹的，我伫耶和华面前，我唔敢伸手抬伊，因为伊是受耶和华膏抹的。台北讲这话，抓条军队伊个人。唔用阮一来害死扫罗，扫罗就起来对迄个王康出去吼。啊，这个讲起来吼，实在爱用演的啦吼。拜托迄个校长老吼，哎，校长老来这里吼。这个是扫罗王啦 ，King of Saul 吼。哦，啊，你出来时你手一只嘞。哦，后边这三千人啊，好来，哦，三千人拢是安怎？特种部队，因为安怎？伊一定爱惊迄个吼，唔捌代表的。啊，是甲台币无感情诶，我今日放伊走，你知这個意思无？三千个，吼、哦，3,000 哦，这个吼、哦，这个 special agent 军队伊，绝对要啦，迄天绝对要了，代表伊讲即下绝对走袂去啊，因为迄个所在吼无路通走，你知这個意思吼、哦？所以伊掠三千人，哇，不过迄个所在足热足艰苦吼、哦，啊，底下咧国较找都拢找无啦，吼、哦，国较找拢找无，啊，结果变怎？哇，从想要上厕所哈，先警告的哈，大便哈，那免大便了哈，哎落哈，一路落来哈，好，伫迄个所在哈，迄个拜托迄个贴落来就贴落，啊，来贴落好来，这个是大便啦哈，这个是 David， 啊，不要紧，来来看看一下，好，啊哦，这是我是伊的部下，伊讲，天堂有路音去，地狱无门闯进来啊，那些人，你讲扫罗王，扫罗王啊，我你还唱迄个主演嘛？扫罗王啊，啊，我见啦吼，你知影我意思吼？伊讲哇，这声吼，千载难逢啊，机不可失啊。王啊，我实在足想要甲台死啊，啊，不过吼，机会太少咧，机会太好咧。哦、天堂有路淹去，地狱无门闯进来啊！这声甲砍肉起来，此仇不报非君子啊！你看你的一生吃偌济苦，拢是为着伊。当今仔日决定的时阵到了，我自己倒照你，你甲砍肉起来。好、哦，啊，你都在教圣经哦，你别在教你的意思。你要哪个处理？要哪个处理、哦、第四节。军队伊个人对台北讲：“亚伯因为你，当对你的丢，你的对敌交伫你的手中，你都要来对待伊。你的时间到了，你就行过吼。爱照圣经哦吼，未使乌白搬哦吼。哇，拍爆啊！吼，这有读圣经哦。好好好，咱大家拍爆啊！吼，安尼恁知影我的意思吗？”你知道我的意思吼？这个是圣经里面 most dramatic moment， 真特别的一个时阵，哦，真特别的时阵。伊才有讲一句真出名的话：，伊是耶和华国母的人。我伫耶和华面前，我绝对袂害伊，因为伊是耶和华用油国母的人。这是一个真出名的话啦，吼。啊，结果吼，伊挂迄地转去安怎？伊下骹遐兵安怎？啊，我军队你几啊年啊？你今仔日唯一的一次机会，啊，你安尼无甲我杀死？你知影大家足激动无？你知影无？你知影？你知影大家足激动无？可能后摆无机会啊，就是刚一遍机会尔。后只拄啊好，遮尔侪所在拢唔去，偏啊拄啊拄到一空，啊，阮拄啊伫个空内底。偏偏啊，去又看到，后只拄啊好，无可以，
安尼哪会使？啊，这个到底有什么款的属灵的意义？咱今日读圣经读安尼，后边阁足精彩了，我就无读啊啦吼。这大家拢足熟的故事，你若无熟，今日唔忙你回去好好读。哦，这三百、这两百道就真清楚。大卫用伊的部队一空一空去甲约，约甲走无路，结果忝啊！哦，当尾崩崩，迄、那个一个找一个羊条，而且个空，伫个伫下大便，大便出来。这百道是怎样休困困去？伊领衫怎样藏在后边？好多啊，摕了有甲印出来吼。那是我啦，哦吼。哦这声吼，我前顶摆我就互你气死啊！台币台死清清啊，不，扫罗台死清清，台币台死慢慢。啊，我两边遐嘛去互你抢，遐嘛甲我插死。我已经安怎，规百多岁啊！啊，你搁甲我弱，我搁失去了我的太太，我去我的身份，我的地位。啊，当这声好势啊！伊为这个所在行到要甲台死，这是一种 struggle， 是不是呢？我请问你。咱当然捌做过代笔啦，你捌怨恨一个人无？哦，啊，一声好势啊，你落伫我手中啊。不过伊做什么代志？伊要甲台词吼，叫做易如反掌啊。伊安尼做无 ？Why？ 伊无安尼做，敢对得起400人？敢对得起因太太？敢对得起引导的人，敢对得起那个85的祭司，你想哪摆个台词？那是你要个台词无？啊，我个台词，我即下都做王啊嘞！我他妈想变王啊！啊，上帝应允都实现啊嘞，是不是啊嘞？这两百度，你捌想过无？还是你捌好好想过无？还是你咧教主耶稣是干哪教过尔？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自己祈祷，我跟大家今天有一个思考，一般说这里有做 revenge， 就是别人对我不对，我这项我有报复的机会。第一种 an eye is for an eye， 以眼还眼， a teeth for teeth， 以牙还牙，这是圣经的话，圣经在古约出现三遍，这是犹太人还是今天的Muslim他们基本的教义就是用这个，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穆斯林有，然后他们如何就打卡针有毒手、哦、你知道我在说什么、哦啊、是怎样这个 ISIS 这些人要将这些美国人英国人抬头，他们就是 eyes for eyes teeth for teeth， 这是他们的教义，这是古约的精神。那你知道这个事情你要好好想过吗？你要好好想过吗？你感觉安尼是对还唔对？你有想过无？正经要甲咱讲啥？这个是差不多70%-80%的世界的法律拢安尼啦。我先卖讲唔对，古约圣经内面有讲到三遍这个观点：杀人者死啊，十条戒令绝对袂使杀死人啊。Eyes an eye for an eye， 安尼对还唔对？这个、台湾这个废死哈，废除死刑，伫台湾有真多讨论哈。啊，前一阵嘛真出名，就是这个郑捷啊，那有一个郑捷哈，就是有一个少年啊，可能食药啊，头壳歹去啊，怎啊？下面迄个捷运顶头，我也未记杀死几个人啊，十几个人来看啊，哦，啊，到尾被抓到，啊，有抓到的时候，迄、那个家属莫名其妙，阮即囝早起去上班，去用杀死，大家拢想要甲拍，啊，警察讲未使甲拍，未使甲拍，啊，下面有做公益。就是遐个因囝，也是伊个男朋友，因个阿婆杀死啦。每一个人摕一支刀，当场一人甲剁一刀，叫做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是不是安尼？安尼有合理无？恁感觉安尼有合理无？啊？哎，那叫古约是应该安尼啊，干毋是？大家在愤怒、在生气、在委屈当中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叫做公平，叫做正义。这是一个真深的学问，我无想要讲太多。不过要甲大家思考，就是讲，今仔日伫个这个世间，有时啊，咱家己无注意，咱来用这个方法，叫做以眼 an eye for an eye， 以牙还牙。你先卖甲我回答对啊，唔对啦吼。
这是第一种方法，是不是呢？好，发到上。第二种方法呢，大部分都是佛教跟道家，他们大部分到尾他们也没抬，不过他们用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想法，他说这有做什么，为什么那个人的台词我对我这么坏，为什么所罗王对台币这么坏，为什么啊，这来行的，台湾来的，我前世我上一辈子 我欺负他了啊，所以他现在欺负我，叫做因果报应，有因就有果，有果就有因啊，这个既然已经在痛苦啊，在艰苦啊，我就放下屠刀怎么样，立地成佛啊， I'm OK。 这个想法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很深哦，所以会较表现比较夸张，我小年时候，我少年时最爱看那个武侠小说，武侠小说常常拢有那个师傅吼，和那个大弟子背叛，到尾讲死啊，对不起啊，你哇，因走过来，你要为我报仇，对，到尾伊个大弟子因走过来的一生就是为了报仇 ，revenge。啊，到尾哇，终于那个台戏啊，哇，有一个机会哇，到尾那个恶棍那个台戏啊。啊，结果迄个刀安尼，有个都市无，有无？哦，你拢跟我同款看武侠小说，咻！还是一支手甲剁起来，啊，怎讲？好啦，放你去啦，伊就离开啊，啊，就开始放音乐，千山万水我独行，不必相送，我就很潇洒的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断了这个因果。我哪个台戏？阿伯伊的后辈过来台湾，鸟出阿湾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这个在咱的文化里面占很多的部分。你看大部分的武侠小说吼，还是真侪在道家这些物件吼，到尾拢用这个做结束。还是你拢无咧看武侠小说吼？像迄个卧虎藏龙、玉娇龙，上阿尾安怎？你都没看没关系，对那个悬崖状这样，因为他要断掉那个恩冤冤相报啊。我不说对啊，不对啦，不过这是很多我们华人或是我们道家或是跟那个佛教的很多思想，他用这个方法来面对苦难的问题，面对 revenge 的问题，大家可以体会吗？啊，请问你要经历一下，今天咱所读的圣经不是在看我表演，是要让咱大家思考，哪有机会你要用多一个啊？你要用多一个，敢要有八宝？有哦，有八宝，那宝就是台币这宝。咱的信用，咱的 Christianity，咱都要用上帝的公义，咱是上帝的子子，所以不能用派来报派，那是有可能您就在正人面前都不好，不需要为咱自己伸冤，宁可自己退步，照上帝的旨意，因为上帝说伸冤在你，我要报应。这是保罗先生在罗马书十二章的时所讲的一段很出名的话。到尾保罗在结论的时，伊讲：恁无得和派卡赢，都用好来卡赢派。It's you should overcome the evil with your good.你干嘛让接受？这哪边想遐多？搁等来代笔家，伊好我吃偌济苦，伊对我太不公平了。啊，我有机会，伊完全没有招架之力。你有选择是啥物？
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有讲到很多不完成的事情，到尾他的结论是说，所以你们就要顺转那亲像你的天父一般样。You have to be perfect as your father. 这是主对我们的教示，敢做得到？你都不知道那苦对我多坏，我今天一生的这么惨都是他害的，我这样原谅他，敢有公义？敢有公平？为着我的所损失，这所有的损失是要对谁讨？今天这个世界这么多痛苦，这么多政治问题，这么多公益的问题，跟这个观念有关系。兄弟姊妹，请问你若有机会，你要用哪一步？是一步？是一步，看好开，还是要照圣经的教示？他说说我来，我不是要废弃律法，我是要完全律法。耶稣在十字架顶讲的第一句是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啊，爸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做的代志因唔知。这个人是个定十字架的人呢，都多在个定的呢。下骹这个犹太人在个欺负，都多在个欺负的呢。耶稣在十字架顶这句话。条件，咱每一个基督徒。What is the justice? What is the fair? What is the revenge? What is the pure as your heavenly father? 耶稣的条件，咱每一个人。我今仔日干那要甲大家思考这个问题。这个时阵吼，我要请咱大家吼，你要想一下吼，你的一生中间，我想拄到做到这款的人，你应该是无啦。有这款的哦，类似这款的人无 ？Something like him in your whole life， 根本这款的人，在你的生命中，你若有机会，有一天一老啊，一可怜啊，流浪啊，手无缚鸡之力啊，好，你有机会，我你讲对对。你的生命中哪有一个这个人冤家路窄，后才路好的几千个帮坑，偏偏怎来这坑，偏偏我秘密在里面，这是上帝的旨意啊。大家要思考一下，我的观音团队先讲结论。咱若看整个撒母耳上卷内面的这内容，第一，大卫有一个很好的关系，他所做的代志，他拢一定先祈祷甲求求，一定，虽望伊规百多岁，伊一定用时间落去祈祷求求。整个诗篇内面拢是太侪咧，啊，这23章、第20、第40、第24章，恁等于看这个圣经，伊看伊安怎甲上帝恳求，上帝安怎应答伊，伊撒母耳内底。He always pray first. 第一，第二，伊伫个做这决定的时，伊的身躯边有一挂真好的朋友 ，a good friend beside him. 伊常常到尾会问这个朋友的意见，问因老爸意见，问先知的意见，问祭司的意见。所以我顶摆我讲过，咱兄弟姊妹，你真需要你的生命内面有一个 spiritual mentor。不一定是欧宝书啦，你若愿意给我机会，我愿意跟你合作。那不是我，我哪话给你？你要去找一个啦，一个牧者，你会当信仰，也了解你，伊有迄个熟人的深度，会当为你祈祷。你一定爱有需要一个这款的人，你一生中间一定爱有一挂好的朋友，会当了解你的软弱，了解你的软弱，对你的一生有真多了解的人，真诚实的人。你需要这款的人在你的身躯边，要做一挂代志，以前好好甲伊参详。上好是基督徒，请伊为你祈祷。
need a mentor, a good friend with you. 第三，咱来看诗篇，还是看撒母耳上，咱看到伊存一个非常感恩谦卑的心，对上上帝恳求。伊本来一个人，真系几个人，四百人。梭罗接落去，3000人，3000精兵，特种部队一直约到今仔日拢无死。伊问存一个感恩的心，虽望伊有诶足少，伊为伊所有诶来感恩。伊知影伊是上帝所拣选，上帝伫诶一生有迄个旨意，伊无要行伫上帝头前。He always behind the Lord.You don't want to be before the Lord. 所以上帝给他那句话，到尾他给他挂一件衫，你如果回去看24章，那真感动。他给他挂一件衫以后，从对那山顶他要离开的时候，他拍白说，王啊王啊，你知道我没要害死你，打你已经让证明我真的不是要害你，我还有一个机会，请你不能再来跟我约啊。那个梭罗王给他说一下，见笑流目屎，部队全部拢回去，这回去你们自己看。不过在真要紧的时阵，我们都要学习主耶稣的款式，用我们基督徒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人生。我相信这是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最要紧的一个部分。撒母耳上卷24章15节，伫后壁代表有一句话真要紧：愿耶和华伫咱的中间做审判，予伊来判断，予伊来监察，为我来伸冤，救我脱离歹的手。换一句话讲，伊知影伫这个世间到尾有一个审判的上帝，有一个完全公义的上帝，无需要伊来出手，无需要用咱人的方法。因为有时候我们人用的方法，我们 always overdo it， 我们有时候都醉到过头。好多我讲到那个郑捷那个例子，郑捷当然台西人很苦，不过当他被警察抓到走不下来的时候，你一人一刀，你本来是一个受害者，你现在才变加害者。 You overdo it， 十几个人用一人一刀，这样对他怎么公平？这是一个真深无简单讨论的问题。我知影，第一台湾、第二美国，拢经过，大家拢无同款的看法。不过，台北王这个基督，耶和华恳求主你伫我的中间来做审判，予你来判断什么是是，什么是唔对，请你来监察我，你来为我伸冤，你来救你我脱离对敌的手。这是我唔忙今仔日咱。只要会记得背这个圣经节，只要会记得这节就好。咱的愿望不是在这个世间，咱知道咱照咱的本分去做，学习主耶稣的款式，学习耶稣的脚步，咱将咱的主权交给上帝。主耶稣在十字架顶，敢不是这样的？保罗先生敢不是这样的？大彼得王他有表基督大别用，敢不是安尼嘞？所以这章是一个真要紧，咱的信仰内底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观点。啊，讲实在，我讲较简单啦，敢有遮简单？那是一个人对不住你，将你的一生上好的物件摕去。提起你的感情，提起你的钱财，提起你的财产，提起你的地位，提起你会受人尊敬的所在，让你的人生变作一个见笑。有一天你有机会啊！问题是要等多久啊？那个人还很怕，还一直说我的坏话，要怎样？要吞忍多久？大彼得王、梭罗王，伊个约迄个过程是，我讲个超一年啊！哈，伊每一工拢敢若一只野狗嘞，朝不保夕嘞。伊要用款什么款的心情来面对？当咱拄着委屈，当咱拄着痛苦，尤其是迄个骨足歹，
规工找你麻烦，咱敢敢像代表安尼欢呼救救，啊，甲你个朋友讲讲诶，啊，有一个干干冰，啊，对，解决，咁只简单。咱在座大部分人的人生经历拢比我较侪，那是你，你变哪处理？几百多委屈，坦白讲 ，case by case， 我无予你一个真好的答案。我敢那知影这个结论是咱来对决的方向。不过有一边我咧读一本册，有一边我遇到些代志，我是气噶气，满面人气噶吼，几百多岁。我有看一本册，迄本册甲偷放。迄册真大本的一本册，伊一个结论，互我学习。讲当你足气一个人，你会当做一个方法，叫做三不一要。你要听看下无？你啥物想听？一个人你足气的，啊，我定定你的目睛，互你足气煞的，叫三不一要。不看、不听、不想。既然啊，迄个人的代志，我无要阁听。I don't want to listen anymore. I don't want to hear anymore.I don't want to see it anymore. Forget it. I don't want to thinking anymore. 我无要看伊个代志，无要听伊个代志，无要想伊个代志。讲到迄个人，我知影我会生气，我就离开啊。这叫不看、不听、不想，也不传。啊，要什么？要什么？要求告神啊！爱对主来讲，对主来恳求，恳求主给你智慧。啊，搁这个教我加一句，我已经忘掉。要告诉你的好的属灵伙伴，在你的人生中间，你几百多岁的时，你敢有迄个有智慧属灵的长辈，会当加做你的依靠呢？啊是，没有。咱过两三礼拜，我要做这个。这个小实习小组长训练，小实习小组长训练第一类就是找一个属灵同伴 ，looking for a spiritual mentor, the first priority of your life. 第一站代志就是找一个属灵好的朋友，会当跟你三天靠，三流目屎，三生气，三祈祷，一个 company mentor. 对，第二凡事来沟通。对主来求，交托给主。哦，考试，下面做三步，看，不听，不想，一看到就不看，一听到就不听，一想就不想，交托给主。跟你的朋友讲要交托，过来就是怎样，听候主的。上帝公义，咱对上帝公义有信心。今天你的信息真简单，咱五万学习，伊在诗篇差不多拢是这内容。伊的祈祷，伊的朋友，伊的谦卑，伊的良善，哦，代表真侪咱学习的人。To be or not to be， 要做，白做，你是要用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还是要咱中国去套的？啊，是要让你的好赢过歹？你要以善胜恶，不要为恶所胜。这是保罗的教示，还是信仰的教示，还是主耶稣的生命？你生命中有所罗无？这个时阵，我要请大家目睭开开，咱有一段时间为家己来祈祷。I'll ask you to pray for a moment for yourself。今仔日主对你讲什么？现在主，我感谢你，我相信你今仔日已经对我讲话。咱中间有受委屈的人，劳苦担当的人，恳求主，你照你的应允，
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家，我要让你得到安息。最后说你在十字架顶的时候，你说父啊，赦免因，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。你在十字架顶说，我将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上后尾你完成任务，你说已经成了。我相信你照着代笔啊，给我们一些提醒。我恳求主，今仔日这篇信息对阮中间一挂人讲话，哦，你今仔日回去开始做迄个偷棒的工作，会当合适，无个看，无个听，无个想，独独恳求主，多谢主你的恩典，我来祈祷感恩，奉主耶稣名来求，阿门。